是一座驰名海外的奇山。两亿年的漫漫时光，雕琢了这座神奇大山不凡的身世。他卓然超群的惊世风骨，奇松、怪石、瀑布、云海。他天生卓越的美貌和瞬息万变的气质，吸引了无数迁客骚人。于是这座大山就变成了中国人心目中最完美的山水长卷，它就是被中国人称为天下第一山的黄山。黄山耸立在北纬30度线上的中国安徽省南部，南北约40公里，东西宽约30公里，号称500里黄山。长江和钱塘江在这里分岭。对于古人来说，远远望去，这座大山被大片美丽的自然松林覆盖，陡崖断壁，古怪张扬，山谷里溢出的阵阵云雾又充满仙灵之气。于是这座可望不可及的大山就有了各种关于神仙的传说，而其中最著名的传说就是中国人共同的祖先黄帝轩辕在此炼丹升天的传说。山也因